一个弱小女子，竟敢刺杀本司令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老鬼子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想死，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叫你生不如死。我就是变成鬼，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总司令阁下，把她交给我吧。 一定会让他供出通火。陈夫人，头，鬼子进来了。大喊：“月月，守住门口，挡住鬼子，尽量拖延时间。”好。 其他人，跟我走。好。你们两个，赶快出去挡住他们，把他交给我。 就你们几个无名鼠辈，想杀！
司令官带到楼上，保护好东西。嗨！啊！赶紧去，也许就是那些狐猫了。可是你去，快！
东西找到了。